我主要是给你们道个喜。错木，你的儿子从明天起就是头人老爷的洋官了。管家老爷慢走。好，不用送了。住。来了，累了吧？快歇会儿吧。哎，喝点奶茶。哎，哎呀，这是给多吉头人打的吧？哎，真漂亮。哎，我这些年呐，也攒了点银子。哦，等你忙完了你手里的活儿。给我也打几件首饰。哎，你跟我说话怎么也变得客气了？嗨，我也没说付你手工钱呢。亏得你没说。哎，我怕说了你不给我打。想打什么？说不好。是给自己打还是送人？哎，我这把年纪了。还什么首饰不首饰的，我是相中了你的金绣，给我做儿媳妇儿。你这丫头真好啊，我这儿子也不错呀，我看得出来他们俩有这个意思，只不过是一张奶皮子没捅破就是了啊。咱们就趁着没有升天之前把这个事儿给他们定下来。
早一点抱孙子不是吗？看来你是不乐意。洛桑是个好孩子，可是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铁匠家的骨头黑呀？不，我绝对没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做不了这个主啊。你是金秀的阿爸，你给他做不了主，谁能给他做主啊？我真的做不了这个主啊。那就金秀自己给自己做主。金秀自己，他自己也做不了这个主啊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乐意呀。我不是不乐意啊，我一时半会儿也不能跟你说清楚啊。这行了，不说了，你心里想什么我都明白，不说了。我走了。你走了。祖母，这叫来，回家吧。我走了，再见。哎，再见，再见，阿妈。阿妈，你怎么了？像病得还不轻呢。什么症状？躺在床上两眼发直，我叫他他根本听不见。我阿妈也是。怎么会得同一种病呢？他们俩会不会吵架了？哎，怎么会呢？你想想，他们俩相处这么多年从来就没红过脸。要不然就是吃什么东西吃坏了。吃坏了还不得闹肚子啊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他们俩啊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说什么呀？他们俩确实得了病，得的是相思病，这病好治，他们俩搬到一块儿就断根了。真坏。哎，不是，你不希望他们俩好啊？你说的是真的？谁跟你开玩笑啊？哎，那行吗？哎，你去我妈那儿，我去你阿爸那儿，快。哎。大婶儿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是不是生病了？只是有点累了，躺一躺就好了。洛桑呢？他？谁知道他去哪儿了？刚才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对，刚才是。怎么，吵架了？哪能啊！来说吧。你想说什么？
你不喜欢我阿妈？你说说，洛桑哥哥也太不像话了，天都快黑了也不赶紧回家，让大婶儿一个人自己待在家里，连个说话的人嘛都没有，那多冷清啊。哎，他哪知道这些呀，他要是有你一半聪明，我就给菩萨烧高香了。其实洛桑哥哥也挺好的，就是有点粗心。你觉得他挺好？那当然了，谁都知道他是我们塔格草原最棒的猎手。你这样夸他，我真高兴。不过就有一点不好，老是不回来陪您说话。对，大婶儿有金秀陪着说话就知足了。金秀哪够啊，我就想大婶儿啊，你应该有个伴儿，就像今天您生病了，要是有个人给您端茶倒水，那样我们才放心呢。你像你大婶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呀，还指望着有人给端茶倒水，甭惦记着。您不惦记啊，我们都惦记着呢。怎么说呀？您觉得我阿爸怎么样？你阿妈是个好人，天底下难得的好人。那您？你阿妈有男人。谁啊？傻孩子，你阿爸呀。哎呀，我阿妈说他早就不在了，没准哪天就回来了。我阿妈说他不在，那就是说呀，出远门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阿妈告诉我的。我都长这么大了，他怎么一次都没回来过？走得远呗。走得再远也早该回来了。是啊，走得再远这么多年也早该回来了。原来你是想给大婶做媒呀、啊、您不乐意呀、啊、什么不乐意？跟我阿爸呀。你阿爸是个好人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。那您？傻孩子，你大婶是个有男人的人。那男人是谁啊？就是洛桑的父亲呢。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啊？他在我这里。洛桑他到底去哪儿了？他跟我阿爸在一起呢。那去看看。你喜欢草原上的什么？我喜欢草原上的天，还喜欢草原上的云。还有呢？
还有草原的羊，草原的马。那草原的人呢？喜欢。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大婶儿，还有洛桑哥哥。你喜欢洛桑哥哥？嗯，我最喜欢洛桑哥哥了。你最喜欢洛桑哥哥了，那你愿意做他的女人吗？愿意啊。那你从现在起就叫我阿妈。大婶儿，叫阿妈，叫阿妈。阿妈溜溜的山上，咿呀呀呀的咿，阿妈洛桑的阿爸长什么样啊？洛桑长得跟他阿爸一模一样。怪不得你看不上我阿爸。他答应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要是他不回来了呢？哎，其实我活着就是要等他回来。已经答应我了。答应你什么？答应管我叫阿妈。答应做我儿媳妇儿。不行，不行的。怎么，你嫌我家穷啊？想高攀一个有钱的贵族？哎呀，我绝对没这个意思。那你为什么反对你女儿嫁给我的儿子？，是我儿子配不上你女儿。不是。那到底是为什么？说说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他的亲生父亲，我做不了这个主。你不是他的亲生父亲？谁是他的亲生父亲？我不能说。为什么？我要说了就完蛋了。你说谁完蛋了？不，你不信我。不，那就跟我说实情。你不要逼我。那你已经告诉我你不是他的亲生父亲，为什么不可以告诉我一切呢？难道你把他的身世对我对所有的人隐瞒一世吗？你不相信我？我向菩萨发誓，我不跟任何人去讲。你告诉我，我哪怕死了做阿妈的这个心，告诉我。金秀原来的名字叫康珠，他的亲生父亲是康定48家郭庄的金甲会手。祖母，祖母。好马流连
锦绣，我阿妈昏倒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走吧。羊呢？哎呀，还管什么羊啊？快走。哦哦，来。驾！驾！驾！阿妈，乐桑，阿爸，阿妈，你怎么了？阿妈，吓一跳吧，没事的，好好的。就你阿爸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就满世界嚷嚷，阿妈都不好做人了。那还不是我阿爸关心您呢。不叫关心，叫心疼。哎呀，哎，阿妈，你怎么了？我阿妈拿我手当铁钳子捏，我还想把你的脑袋当铁疙瘩锤。哎，你阿爸怎么了？我去看看。交代的，我都交代。出发了，加紧点。我走了以后，所有的事情就照我吩咐的去办。哎，啊，老爷，您就放心吧。在城里啊，我也不会待太久，那个地方我住不惯。哎，况且跟国庄打交道，也不是什么让人开心的事情。是啊，自从曲登做了康定48家国庄的金甲会首。所有的郭庄一张嘴都是一个价，谁也整不出个差价来。你们好了没有？这次我给他们带点礼物，但愿能给我让点力啊。出发吧。好，老爷，洛桑还没有来。嗯，这小子怎么回事？难道让老爷我等他？回老爷，他阿妈最近生病了，好像病得还挺厉害。去把他给我叫来。欧阳，我走以后，我阿妈就交给你们二位照顾了。这还用你说吗？这次是去哪儿送货呀？啊，康定的郭庄送批货。哪个郭庄？听说是什么木雅郭庄吧？木雅郭庄，您知道啊？听说过，只是听说过。木雅郭庄，我怎么也听着有点耳熟？木雅郭庄是康定最大的郭庄，名气大得很，没准听说过。我想也是。洛桑，洛桑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头人老爷都急了。让他急去吧，以为谁都听他的话？有什么话快点说，我先走了啊！你走吧。驾！这次去，你多久能回来？估计10天半个月吧。阿妈，阿妈，
阿妈，你怎么出来了？送送你。又不是第一次出门，你还是回屋躺着吧。还是得送送。阿妈，你就别送了。走好啊。不用回头，他已经哭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哎呀，多吉老爷，
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管家，有劳您亲自出马呀、啊！哎呀，好几年没来给会首请安了，这趟要是再不来，别说会首了，就是您尼麦管家也会怪罪我了。一路辛苦了。哎呀，再辛苦也不如您尼麦管家呀！这上上下下、大大小小的事儿，还都得您操劳啊！我只是个打杂的，瞎忙啊！哎，对了，把马帮领到货站去吧。哦呀，走走走，到货站卸货啊！请，好，您请。哦，多吉老爷，哦，举灯会首，哎呀，举灯会首，哎呀呀，哎呀，请请请请，会首请啊，请请请。多吉老爷，有好多年没有来木雅国庄了吧？少说有三四年了。牛羊可好啊？托老爷的福，风调雨顺。会首请。我看多吉老爷满面红光，印堂发亮，这几年的日子一定过得很不错吧？哎呦，哪里哪里哪里啊！草原的日子风吹雨晒的，哪能跟您会首比啊？哎呀，头人老爷何必过谦呢？来，请吧。哎，会首请，你先吧。多吉老爷。这茶的味道怎么样？不错不错，确实不错。这是刚到的上等前茶，您若是喜欢，我送您两箱。哎，岂敢岂敢。会首若是能够让点力让我进一批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我木雅国庄跟您多吉老爷做买卖，什么时候谈过利呀、啊？那是那是。哎呀，多年来城门关照，实在是感激不尽呐、啊。我是个买卖人，在商言商啊。这赔本的生意当然不会做，那是那是。但这做生意，最要紧的是诚信两个字，尤其是对多年的老朋友，怎么能见利忘义呢？那是那是。哎呀，木雅国庄的诚信，与对老朋友的关照，那是有口皆碑的。不瞒您说啊，现在的买卖是越来越不好做了。洋人的贸易公司在康定设了办事处，明里暗里跟国庄争生意。如果我们之间再斤斤计较，那迟早是要被洋人吃掉了。回首高瞻远瞩，明察秋毫啊，这是明摆着的事儿。只有傻瓜才不明白。嗨，你看，哎呀，光顾着跟会首说话，倒把正事儿给忘了。一点小礼物，不成敬意，还往会首笑纳呀？啊！哈哈哈，举止不恭，这礼物我收下。好好好好，来来，放那边。和尚，这鼻烟壶，你这是？哦，这是我的部落一个银匠打的。那银匠姓李，会首怎么知道？会首看得真是仔细呀、啊，我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。这位银匠的手艺真是不错、啊，哎，确实不错。哦，哎。多吉老爷，你的部落里怎么会有汉人呢？不瞒您说，这位李银匠是12年前逃难到我部落里来的。
是一个人，还带着一个孩子，一个女儿。会首怎么知道？大约四五岁。会首您神了。他现在好吗？哎，出落得如花似玉，比那画上的美人还好看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李金秀。不，他不叫李金秀。嗯，他叫康珠。康珠。我的康珠。你们，老爷，老爷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了？我找到我的康珠了，真的。我找到我的女儿了，真的！老爷，老爷，快说！老爷，快说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备马！快点，快点！快点备马！快快快！欧阳，哎，你们管家，一天都不能等啊！别说一天了，一刻也不能等。那我带来的货还没成交呢，你还担心你的货？我告诉你，你所有的货不论好坏全部照单收下，而且价格比实价高出一倍，另外再送你十担茶叶作为礼物。白给啊？当然白给了。哎，你以为跟你说话的人是谁？木雅锅庄的管家，从他嘴里蹦出的每一个字都关系到木雅锅庄的声誉，你就放心吧。那我总得跟我的马帮打个招呼啊。那行，哎，你心里可得明白啊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你放心，这我知道。快去，哎，快点啊！来，卸下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小心，哎，好，哎，快点啊，哎，好嘞，来接一下，哎，哎，老桑啊，拿过来，过来一下，这给你，好，好，什么事儿，老爷？价钱我已经谈妥了，我有点急事儿，先走一步，这点事儿交给你了。等事儿干完了以后啊。你领着大伙吃点喝点，上街逛逛也行，千万别惹事儿啊！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哦，对了，木雅锅庄啊，答应送我十担茶叶，若走的时候他们忘了，记得提醒提醒。哎，别忘了啊！放心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啊，路上当心点。哎。热闹啊！过来过来，逛一逛。好嘞，喜欢什么都买点啊！哎，好嘞。哟，这张皮子真好呀！哎，啊，看这皮子染布怎么样？我这有了。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啊！哎哎，你看，哎，过来过来，快点！看这件，看这件啊！哎呦，上怎么样？啊！这可是好东西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好东西，这是上品的香货，真是好东西。哎，你要一个？哎，武成，到那边看看去啊！哎，走走走，那边那边那边看看。哎呀，好东西，真不错了，好了。叫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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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好，来来，买上就在这过夜吧，人累得起，马累不起。哎，战马，战马！
外管家，嘉宾都准备好了。嗯。